接下来关心最新消息，明洋国际在昨天发生的工厂大火，公司在傍晚6点多发出重大讯息，预告明天下午将会召开记者会，针对事发原因和后续赔偿等事宜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